如果你想留低嘅话，帮写段龙头做解决诗，以枪头化解黑道纷争。作为一个解决诗，要习惯一个人去解决问题。因为神秘人有身手有部署，好唔简单。用榄球培育学生品行。One two three， 翻家。屋企又健，学校又健，咁我哋有缘都冇办法噶。最重要嘅系榄球队需要你啊！两种人生，两段难舍难离嘅缘分。我如果从天而降嘅羽毛掉喺你身边嘅话，你就会得到天使嘅守护，会得到幸福啊！咁佢冇飞到埋嚟，就等我守护你，比较好咧。但我有一个感觉，佢同两年前喺澳洲救我嗰个系同一个人嚟噶。台庆剧《解决师》10月14号晚9:30，翡翠台。